亚运，印度女单现奖排荒硬没锁定小戴最大假想敌。2018年雅加达亚运开幕在即，印度羽球代表队盼望能在男女单个人项目夺牌。印度一姐辛杜和前球后塞纳被视为夺牌大热门，而一枚《印度时报》也将世界球后戴资颖视为最大假想敌。印度上届仁川亚运靠着女团获得一面铜牌，个人项目则没有奖牌进账，男女单陷入奖牌荒。男单夺牌要追溯到1982年，而女单至今从未拿下任何一面奖牌。而印度近几年单大实力提升，排名男单第八的斯里坎特、女单排名第三辛杜和第十一的塞纳都有实力冲击奖牌，尤其又以辛杜最有机会夺牌。不过女单强手如云，日本女将山口茜、奥原希望和台湾球后戴资颖都是劲敌。而印度时报更指出，塞纳对战其他亚洲球员都打得不错，唯独对战戴资颖总陷入苦战。两人生涯交手16次，小戴以11胜5败占上风，近期处于对战9连胜。